觉得今年最想得到就是这个奖，因为这对我是种肯定，然后也是我付出那么多，努力那么多，也希望能够对。大学教练吧，陈威成陈教练，对，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有怠慢过，跑得不积极，态度不积极，然后我当时是大学我们大高雄科技大学的队长，然后教练也很严格的对我，我曾经也被他骂得很凶，就是态度不积极，然后也是他一路的严格这样对我，然后才能够得到我现在态度这样，对。